行了，自己去玩去吧。殷佳辉呢？哦，他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那个样子，特别像个反派角色接到的任务。哎，你在电影票混的不错。我在文昌街可是老大。哦，看出来了，你说这些小弟都挺厉害的。 林太医，我发现你在文昌街跟在家地方好像不太一样。嗯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嗯，像个大人。我在其他的地方就像个小朋友啊。哎，那你是喜欢我像小孩样子，还是我像大人？啊，都不算讨厌吧？不讨厌，那就是喜欢。哎，两者不一样，好吗？不。 你看，你有点关心我。我是怕你摔死，好吧？哈哈。哎，王哥，来，欢迎。有火急吗？有。不对，敢吗？烟花，小心手啊！哇！ 对不起啊，吃多了。